偶遇佟丽娅三亚冲浪，穿泳衣膝盖淤青，过年长胖肚子赘肉好明显。1月31日，有网友分享出佟丽娅三亚冲浪的照片。据他透露，佟丽娅是尾波冲浪的初学者，即便这几日三亚的温度有所下降，但佟丽娅依然很认真学习。其实之前就有网友偶遇到佟丽娅冲浪，只不过仅仅抓拍到一张侧脸照，看到她身边还跟随着朋友，不知道有没有带着儿子朵朵一起。而在这前一天，佟丽娅曾晒出海边为儿子庆生的视频，画面中母子二人在海边追逐打闹，感觉好温馨。自从和陈思诚离婚后，佟丽娅活得越来越通透，除了忙碌事业外，很多时间都给了孩子和父母。在她忙碌工作的时候，也都是佟丽娅的父母照顾孩子，有时佟丽娅还把孩子带身边工作，尽量和儿子不长期分开。而陈思诚目前也有了新恋情，和小21岁的阮剧正处于热恋中，陈思诚父母也已见了阮剧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着阮剧已获得陈思诚父母的认可。如今佟丽娅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，粉丝也为她开心，也希望未来继续活出自己的风采。